苹果咋就卖不掉了？树上的苹果是那个 iPhone， 只要8.8块，卖不掉烂在家。各村的苹果大有些致富，就全靠它。我的梦想是把我村果卖到阿拉斯加。我的村里苹果又大又红又好吃，前几年有点不太好卖。我在直播间叫很多人能知道我的村里的苹果。把苹果比做强做大，得到那钱儿，各看到各门儿，在网上直播间买了一双。为我们卖苹果，我们再也不用为苹果小路发愁。我想叫更多的人知道，卖苹果也可以很长，农民一辈子都在地里干活，每一个农民都是土地里的大明星。